金宝，妈妈知道你很乖，可是妈妈欠了医院很多钱，又在工厂做3年才能还得上，人要讲信用啊。那就让工厂记账，等我长大了凑空来还。不行，人家工厂等不了那么久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走了我会害怕的。我想你了，我就站在孤儿院的门口，不吃不喝。 等你回来，金宝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每天认识一个新字，等你一共认识了1090个字以后，妈妈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保证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妈妈，我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！金宝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你不是答应过妈妈了吗？听话，好吗？ 老好，肖博，老好，肖博，哎呀，哎，肖博，你好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来来，上级命令，白区的同志到苏区来培训，啊，肖博，刘钊刚回去，就派我过来了。哎，好，肖博，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啊。 宁小姐化名崔楠，和金宝生活在北平郊区。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苏区领导，你的嫌疑就能解除了。好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郝，嗯，这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为什么？ 如果让美林知道崔一楠就是宁广东，你想想什么后果？哎呀，太悬了！刚才在接待室，我差点就把报纸拿出来呀。哦，对了，宁广东进了监狱，那金宝呢？啊，金宝在孤儿院，他很安全。美林暂时还没有发现他，那就说明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。 没有见过宁广东，他根本不知道宁小姐长什么样。见过宁广东的只有许丽婷那拨人，但那拨人已经被我们干掉了，所以宁小姐和金宝现在还是安全的。哎，还有那个叫薛鄂的混混，他也见过宁小姐和金宝，这个人现在哪儿？啊，前一阵子他和南城的那个杨三儿火拼，被打跑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人是个隐患，他只要一露头，马上得把他干掉。 明白。刘钊跟你说了苏顺章的那个事儿了啊？说是说了，可苏顺章的档案是绝密文件，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近。哎，我听说管档案的那个老许，嗯，原来是你们赢的。老许，嗯，那我熟啊。哦，明白了，这事儿交给我。好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？ 咱们还是大小伙子时候，一晃就20多年过去了，可不咋的，你我是生死弟兄啊！那还说什么呢？这杯酒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老好，你，够朋友，好喝的痛快。
痛快啊，老许。我的东西呢？合着我刚才说的规矩，你是一条没听进去是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听清楚了。凡是服刑人员，一律不许私带物品。你的那些东西已经打包贴封放进了库房，就你那点破东西，给别人别人都不要。放心吧，等你走的时候自然会给你的。不过，前提是你能够活着离开。又来一个，还玩不玩？当然玩了，天天打牌，百分千分，二十一点什么的。哎呦，看这真人杂耍的有意思，还能押宝，运气好了就是一盒骆驼牌，够撑好几天的呢。我说你是不进棺材不落泪呀？怎么着？上回输得不够惨吗？哪能次次都输给你？我就不信了，我看人会这么不准。这小妞儿打眼一瞧就是个良家妇女，怎么见过咱们这的阵势啊？八成啊也是男人有了新欢，闲的是累赘，变着法的把她送进来。你要是再提这茬，我就撕烂了你的嘴。瞧瞧瞧，说句实话你也能。你说实话，我也说句实话，这小妞儿外表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和你一样同行吧。没事装得可怜兮兮的骗人家钱，让人家抓住扔到局子里来的，啊！我就知道你忘不了接我的短儿，是不是？我看他八成外表是只羊，实际上是头狼，没那么容易轻易掉眼泪。那也要看在谁面前。待会儿求姐一来了，我看他呀，不光会吓哭，还会吓得尿裤子呢。今天球姐跟你们一个好睡，球姐。球姐好。你怎么又进来了？我也是。生计所迫，身不由己，没出息。你骗那些男人是应该的，偏偏每次吃完都不知道抹嘴。进来，我给。是，我活该。进了大笼子就得孝敬您秋姐。秋姐，您看，这是我从一个洋行买办的，顺手揣来的一块比利时巧克力，国内可不容易见到，献给您老人家。哎，东西虽小，也是你的一片小心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扰你。来，坐，老李。什么事儿啊？好消息，大大的好消息。我刚刚
跟中央苏区的首长通过电话，首长充分听取了我们政治部的意见。明天他们就会电告特派员，暂时终止对你的隔离审查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你还别说，你的名字在中央苏区还真是有一号啊。哎呀，王林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不是？好，我该说的也都说完了，我走了啊。慢点啊。哎，好。你们怎么还守在这儿啊？啊？中央苏区的首长都已经来电话了，明天就要解除对肖博同志的隔离审查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赶紧找个凉快地方去睡上一觉。嗯，李主任，特派员有令，让我们时刻坚守岗位，没他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。特派员，特派员，你们的眼里就只有特派员是不是？我这个政治部主任，你们就从来不放在眼里？不是，李主任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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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就去跟特派员理论理论，那中央苏区的首长都信任小宝同志了，我看他还能说什么。走，你们跟我走。萧伯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不是老好吗？是我害了老好，是我害了老好。保护现场，把他先给我抓去。萧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杀老好？我没有杀老好。我为什么要杀老好？哎呀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是你害死了老好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我是让老好帮着我去，可是我没有。老李，你得相信我呀。小博呀，这次我是真保不了你了，你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老好是我多年的战友，我怎么会杀了他？你和老好的接头地点还有谁知道？除了你没别人？老李，这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。不过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是有人陷害我。小博呀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真就帮不了你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回委委员，全称叫犯人悔罪自新委员会委员，说白了吧，就是狱霸。整个监狱里，除了典狱长，裘姐就是老大。裘姐，今晚上怎么着？既然有新来的，咱们就得立个规矩。好，我明白。这里的规矩吗？每个新来的犯人都要过演电影这一关，
会演电影吗？不会啊，从今儿个晚上我就让你们会。自己犯的什么事儿？怎么办呢？每个人都给我演一遍，如果谁演的不像不认真，就把这桶水都给我喝光。你犯的什么事儿？谋杀我丈夫。啊！就你的小样还敢杀人？啊！他看见我和表哥亲热，就打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他杀了。哎呦，这一好，这一好，就演这一段。我演你表哥，你过来，就演他死鬼丈夫。凭什么我演死鬼啊？你快过来！别磨磨蹭蹭的。演的一点也不像，你是拉风箱呢。犯的什么事儿？演一遍。我劫持和绑架了人质，他是一个大夫。那新鲜，咱们监狱头一回有人干这么爷们儿的事儿。演吧。我没有枪，怎么演呀？越说越爷们儿了。给他些枪。行。凑合着用吧。哎，你是不是还缺一个被劫持的人质啊？这回你演那倒霉蛋儿。你快演啊！快演啊！你快去给我女儿做手术。臭死了！把你的鞋拿开！做什么手术啊？你快点救救他！你再不救他，他就要死了！你脑子让驴踢了？要想我给孩子治病，你先把我放了，然后去排队挂号，等着叫号。你抓我有什么用啊？我没有钱，没有钱交手术费。没钱可以去借呀。当东西卖房子卖血，那么多筹钱的办法。北平没有亲戚了，所有的朋友都结遍了。我也去卖血，可是卖了太多次了，大夫已经不让我再去卖了。我也不是观音菩萨，施舍不起。你快放开我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求求你救救我孩子吧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不给他做手术，他真的就活不下去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不想想，我给你女儿做了手术，你会有什么好下场？你要不救他，我就去死。我拿我的心脏。去救我孩子的心脏！你就是前两天报纸上登的那个劫持医生给孩子治病的那个人啊？是，就是我。你女儿现在怎么样了？大夫给她做了手术。他已经没有事了。那你上这儿来，孩子谁管啊？
我把他送到教会的孤儿院了。困了，睡觉了，睡吧睡吧，快快快！过两天你去洗衣房干活。赶快谢谢秋姐，洗衣房的活好干，清静又不累，是个美差。谢谢姐，谢谢。秋伯，你老实交代，为什么要杀害老好？我是被人陷害的。我去的时候，老好已经被杀死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用再狡辩了。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。事发当晚，你让老好去把档案室管理员老许灌醉，随后就偷走了反革命分子苏顺章的档案材料。我现在要问你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杀掉老好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杀死老好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抵赖？我没有，我跟老好一起战斗了那么多年，我为什么要杀死他？小果，我告诉你。我仔细查看过了苏顺章的档案包裹和他的一些往来书信，我们的破译员从他的书信当中发现了一封带密码的信件。就凭这封信，足以证明你和苏顺章串通，叛党投敌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把信给我拿出来。根本就不是苏顺章的笔迹，这不是苏顺章写的。这封信是从老好偷走的苏顺章的档案包裹里找的，你还想否认吗？这封信是假的，是栽赃。小博，我看你是怕老好发现这封密码信，去揭发你。为了确保万一，你才下这个毒手吧。你利用老好盗取档案资料，随后又杀人灭口。想不到啊，小博，你竟然如此狠毒。小博呀，老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很痛心。老李，这次我是保不了你了，带下去吧。以后你就在这儿干活了，就负责把洗好的床单和衣服运出去，送到各个牢房，再把各个牢房的脏床单、脏衣服收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教官的衣服也归咱们洗啊，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报告，让值班的狱警带你，别忘了啊。不认识啊，哼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。这是我们洗衣房的头，哪个新来的不得先拜见大姐，孝敬点东西？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开始干活？是裘姐让我来的。裘姐是我们女耗子的老大，不假。可是县官不如县官，我是洗衣房的老大，你就不用孝敬了？我没有钱呢。你这样的我见多了，你这招在我们这儿不管用，你最好识相点，别舍命不舍财。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。松。哎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放手啊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放开，放开呀！放开可以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交出点什么东西，仨瓜俩枣也行，我不嫌少。
照片我就还给你。我真的没有钱呀、啊。求求你别踩了，别踩！你们倒反了，球姐派来的人也敢敲诈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实在是不知道。平时派来洗衣房的人身上都留有俩钱，谁知道这小妞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？现在你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她没有钱，她为了给孩子治病，就去劫持医生。你们谁有这个胆量？谁有这份情谊？你这个拐卖孩子的臭婊子，你也不懂得什么叫情谊。但是你得给我记住了，下回你再敢欺负他，我让你去逃厕所。是，我以后会多多照顾他的。哎，别，你别干了。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数数会吗？把这些洗好的床单都数清楚就行。这些你别干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！啊，来，我，老李，你要相信我，老好真不是我杀的。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？要特派员和大家都相信你才行。现场的证据对你是相当不利，小波。你为什么要盗取苏振章的档案呢？这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跟我说实话，你让我怎么帮你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苏振章曾经帮我一位同志抚养过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金宝。那天我见到苏振章，他跟我说了一个字，信。我猜在他的遗物里肯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件，所以我才让老好。那你要把这些情况早一点向上级汇报，也就不会搞出这么多乱子吗？不行啊，我不知道谁是美林的人，所以我半个字都不能透露。老李，这事儿你千万要保密。我会保守秘密的，可是他们要枪毙你，我不能死。你无论如何要帮我逃出去。小博呀，你这是要拉我下水吗？这就是宁广东。你说这个崔楠就是宁广东？对。之前你不是说宁广东在平阳县吗？他怎么在北平犯案呢？我这么说是为了拖住美林，可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必须马上赶回北平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现在怎么走啊？我就说刑天马上要提审你。走。慢点，小波，你告诉我，这个金宝是不是认识美林呢？要不敌人干嘛一直追查他？金宝见过美林。哦，那就是说，只要找到宁广东，就能找到金宝，对吧？对。不过他现在在孤儿院，很安全。你一路多保重啊，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，除了苏区你就安全了。好，老李，多谢了，保重。好，快走吧。老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那是我保了你一条命。我是准备让你找到宁广东和金宝，既然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下落，你就没什么用。你是美林的人，聪明也好，让你死个明白。我真没有想到，
原来你是那个叛徒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不要紧，你这种心情很快就会结束了。特派员，他要逃跑！李长庚，你的戏该收场。 肖捕同志，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是中央派来的政治委员，邢天，我代表红二旅党委，欢迎你。你受委屈了。你就是辛政委。我这次来。 就是为了调查潜伏到这里的特务，大家对你一直有所怀疑，只是没有证据。上次要枪毙肖伯同志，也是为了试探你。李长庚已到达村口。按我的命令，立即把肖伯押赴刑场。因为肖伯同志一死，就没有人知道金宝的下落。美玲一定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肖伯同志。你果然上当了，那天。 你拼死力保肖伯，恰恰暴露了你的身份。那这么说，组织上没有怀疑过我？那个馒头也是你？邢天，你够狡猾！还有，苏顺章同志并不是畏罪自杀，他是食物中毒，我们在他的胃里检测出了。 毒药的成分，是你先毒死了他，然后伪造出他上吊自杀的假象，而且在你的房间里，我们还搜出了苏春章同志的档案包裹。李长庚，老郝也是你杀死的？哼，是我杀的。他来的第一天，我就盯上他了，在你们接头之前，我就已经把他干掉了，没想到吧？哼，李长庚。 你只要交代出美林是谁，你可以不死。拦住他，他要自杀！来不及了，他死有余。 您要找的人有线索了，我们抓到一个叫吕布的，他以前是薛鄂的手下，见过宁广东和金宝。人呢？在外面。带进来。是。进来。你就是吕布？哦，回局爷，正是小的。你见过那个女的还有孩子？就。 就前一段他还登，崔南就是宁广东，宁广东就是崔。下去领赏。谢谢军爷，谢谢军爷，走吧。 苏顺章同志的这些信件，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很多次了，既没有隐藏的密码，也没有用隐形墨水，没什么问题，都是些普通的书信。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？哦，我记得发现苏顺章同志遗体的时候，在他吃饭的桌子上，依稀看见三个数字的痕迹。
我想，这应该是宋顺章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我们留下的一点线索。183的意思，就是日期18号的信，用第三种方式看。我感觉身边的战友最近的举动有些异常，从即日起，为防万一，我将每日交予52金宝20个生字，若有非常之情况，我将以此作为传递消息之方式。那就说金宝身上的秘密。就在金晨同志牺牲那天交给金宝的那20个生字里边。这么说来，李长庚虽然得到包裹，但是并没有发现里面的秘密。苏顺章同志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。等肃反结束之后，我们会立刻给他平反。刑天同志，我要求马上回北平找到金宝。如果李长庚暴露，美玲一定会疯狂的报复，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你。回到北平，你的地下工作开展起来会更加的艰巨。你放心，不管出现任何情况，我都会保护好宁广东和金宝，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你怎么老写这一个字啊？这是我爸爸的名字。你没有爸爸？我有。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的爸爸？那我也没见过你爸爸呀。我的爸爸死了，得的是伤寒。我的妈妈后来也死了，得的也是伤寒。我比你强，我还有妈妈。你的妈妈不要你了，她被警察抓走了。你胡说，我妈妈是去工厂做工，她3年以后就会回来。那是骗你，那天你妈妈送你回来，然后就上了一辆警车被抓走了。警车我见过，是专门送人去监狱的。我妈妈不是犯人。兄弟嬷嬷也这么说，不信你去问他们。徐大师也不信这么说，就说萧科的妈妈是个杀人犯，萧科妈妈是杀人犯。萧科妈妈就是杀人犯，我怎么说萧科妈妈杀人犯？不是，妈妈不是杀人犯。跟你们说多少次了，打架是要罚站的，可是你们就是不长记性，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，你们应该团结，互相帮助。哪有整天打架的？我不是孤儿，我有妈妈。你妈妈坐牢了，就关在那个塔湖监狱了，报纸上都登了。她不是去坐牢，她是去做工。孙女嬷嬷，你告诉我，我妈妈到底在哪儿？她临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她说她去做工，要3年以后才会回来。那你就在这等着她，你妈妈不会骗你的。好了。你们两个罚站的时间够长了，回去睡午觉去吧。听见了吗？所以嬷嬷都说我妈妈是去做工了。大人都会骗人，我爸爸死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做工了，要很久才能回来。我妈妈死的时候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骗人！不信就算了。来，上车了，后边快点上车，后面往里挤一下，快点，往里边挤一挤。买票了吗？买票了吗？后面还有没买的吗？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孩子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，回去要好好的复习一下，好吧？小时候跟
地天涯海角，同你相依，无论何时离不开你，千山忘记。